好了，好了，课本第三四页打开，我现在讲的都是重点哦，我希望在十分钟把它赶救起来了。品质管制叫 quality control， 来，现在画，品管，品质叫 quality， 管制叫 control，QC， 这个要知道哦 ，QC 哦，我们牵扯到，这就自己看喽、哦，最大目的两个。一般我们做公司的顾问，就跟他讲两个东西。第一个东西，这怎么要讲啊？第一个就是确保产品或服务的品质。来，画线，确保品质是其中之一。再来，你怎么确保品质？你就要设定标准，水准圈起来，水准圈起来。这里自己看好，再来，品质管制的功效跟项目有以下功效，自己看，这都很简单，在我们工厂或管理里面会有一个部门，就是品管，有一个品管专门在做这件事的。好，这里看这都你知道我去哪里哦？你去厕所，你手机要交出来了，小朋友。好，好吧。来，尽管刚才有老师说有两个项目，第一个确立标准，迟到同学把手机交出来哦。第二个保持品质，划线，这是概念重要性的，好不好？考试这个比较难考，好不好？你站在命题老师的立场，很难考啊，好吧？来。下一个，品管的实施方法，这个要知道，有七大手法。七大手法有二性要因图、柏拉图、脂肪图、散布图、管制图、查核表、图形。课本的有重点黑字画线。这个图形哈、最多，好吧？但这是大象，你要知道，其中有一个有没有听过柏拉图？柏拉图瓷砖。柏拉图瓷砖，你们知道柏拉图是一个人吗？知道。知道是什么人？希腊三哲。希腊三哲。答对了，你很有水准哎！来写下来。希腊三哲是谁啊？你说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。哇！老师在偏乡教二三十年，第一次碰到这么有水准的。你是哪一个国中？安硕。安硕国中。在。完全班都会啊！怎么可能？安历史的大尬聊啊！真的。来，苏格拉底。柏拉图。雅思伯格，谁是雅思伯格？好的。哎呀，什么我不知道？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。我在进阶问你，苏伯雅是什么关系？这三个人什么关系？师傅啦。师父关系啊，师徒关系啊，那个谁是老师？上那个苏格拉底是谁做？蔡庄汉。哇，你们班怎么水准这么高？我教了三十年，第一次碰到班上可以有跟我回应的。其实我们班是一中转过来的。台南一中转过来的，对，我们全班一中谁？全班都是这样转过来的。那我跟你讲，你要叫我学长，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，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，所以亚里士多德要叫苏格拉底什么？师祖。哇，你们在这。安顺国中，你让我大开眼界啊！不错。好，来，第一个特性要因图，来把要因圈起来。要因代表两个
什么的缩写，你现在写下来，主要因素，现在写，个性要因，主要原因，写起来，主要原因，写起来。我在讲课本第几页？35页。我现在讲很快哦，因为我把浓缩重点告诉你哦，你要配合我才有，才有自修。好，来，主要原因，主要原因，它会做成一种图，叫什么图呢？鱼骨图。哎，这没有写啊。我们知道鱼骨图。哎，鱼骨图，哇，怎么那么强啊？你现在才知道。鱼骨图圈起来。鱼骨头圈起来，像鱼骨头，有没有吃过鱼骨头？没有，没有，当然正常，没有爬袋。谁会吃鱼骨头？爬袋。有一种鱼骨头可以吃。我的客人那有吗？啊，那个人在买啊。有一种鱼骨头可以吃，鳗鱼。有啦，鳗鱼，鳗鱼，鳗鱼的孩子，鳗鱼的骨头可以吃。有一种做成罐头的。那种不一样，为什么那种罐头的鱼骨头可以吃？我问你。韩国语啊，韩国语，我真的遇到这种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讲。程度，程度差很多。为什么那种鱼罐头的鱼骨头可以吃进去？很软，为什么？啊？腌制然后软化。为什么腌制就可以软化？没有，因为它那个。真的啦，化学。为什么骨头腌制之后就可以软化？那我把你腌制一下，我就可以把你骨头吃下去，毁尸灭迹。我这样，不一样不一样。我对，我们觉得不是，你们去查。答对的同学来找我。骨头有嚼劲。来，为什么那种鱼罐头？因为我们家在养丝木鱼。我们丝木鱼会受到风潮，那我就会好奇，哎，为什么你们做那种罐头哦，连骨头都是软的，我就会问，然后那边里面的人就跟我讲，但是这是我不告诉你，你们去查出来，查得出来，私底下来找我，我送你一罐饮料。有的人说用腌制啊，像泡菜这样腌 ，no， 来鱼骨头，我们看一下鱼骨头。鱼骨头哈会是有一些重点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好，来，各位看这个，我现在要你写的，你要写下来啊。特性要因图，主要的原因要把它做成鱼骨图，但是主要的原因要放在哪边，你可能就不知道。你说，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主要的原因要放在外面。来，请你把这个比较大的。旁边写主要原因，现在写。我讲这个哈，有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会讲鱼骨图，但是不知道主要原因要放在外面还里面，结果跟我讲出来是错的。主要原因要放外面，所以各位你看到的人员、设备、材料、方法、环境，这些都是造成这个东西叫特性。旁边写一下特性。的主要原因，特性，写完了，好来，如果主要原因要放外面，请问什么原因要放里面？完蛋了，没有反应。次要原因，现在写，里面叫做次要原因，你没写，你看，各位同学。有的同学还要求老师你要给我们福利，但是你没写怎么有福利呢？次要原因写里面，讲完了。OK， 鱼骨头又叫，因果图，来顺便写一下，同义词要知道，特性要因图等于鱼骨图等于因果图，现在写，因为。108课纲有不同版本，你要知道，同义词，对不对？小珍在家是好女儿，爸爸怎么叫你？小小珍，小珍也是一个好班长，
班长，你们班导师怎么叫班长？小珍珍。小珍珍。对不对？小珍也是一个很好的女朋友。你男朋友怎么叫你？好小珍。好小珍。好小珍，小珍珍，亲爱的小珍，都是同一个人，同一字。特性要音读，因果读与苦读都是同一个字，你要都要认识哦。好，讲完。重点。柏拉图，刚才你们班上这位同学很有水准，但是国中。柏拉图，希腊三哲。来，柏拉图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会把品质加的资料，来画起来，品质不加的资料圈起来，把它整理出来。哦，他会整理出柏拉图，然后他会用按照次序。跟正次数大小去排列画线，画出来就叫做柏拉图。柏拉图，柏拉图，柏拉图。来，这叫改善前，这叫改善后。但是我们一般柏拉图，我们看改善前。哦，尽管最重要的，来这里写一下。写一下，最重要。现在写哪边啊？最重要。一般我们讲最重要，也就是问题最大。你现在写问题最大，放左边。最重要的放左边。柏拉图大概画起来就是这样。我这样讲的是重点哦。我叫你写的字，你要写下来哦。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我现在在对你讲话啊！你现在生活很困苦，我知道，我在救你哦。你不会，我教你。你不会，我教你。我怎么做到的？不要抱怨，我给你机会，好吗？好啊。可能你住在离岛，住在偏远的东台东啊，花莲。你上学要走路2分2小时，两天两夜，但是我把最稀有的教育资源送给你。最重要、问题最大的放走。老师，你好，要捐钱。就是柏拉图，画起来。来，下一个叫直方图，翻过来。我现在讲课本第几页啊？第36页。第36页，直方图。直方图我们是放频率。频率圈起来，频率就是次数。像你们班上有些男生女生，下课不会去尿尿，没有尿的感觉，上课就很想尿尿，有病。上厕所的频率很多，只要上课50分钟，每10分钟就想上一次厕所，频率太多，有病。对，下课10分钟完全不想尿尿，上课每5分钟就想尿尿，有病。你们班这种有病的人是谁？你要小心啊，去检查。结果检查就有病了。来，我给你看直方图。好了，来，这叫做直方图。我现在告诉你哦。一些重要观念哈，你旁边写一下哈，不等于长条图。因为我教了这么多年，又教数学，我发现数学同学学到后来啊，以为直方图就是长条图，不对，直方图不是长条图。现在写不等于长，不等于长条图。长方可以吗？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记哈，长条图跟直方图最大的不同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讲得出来，送。送啥？你先讲得出来，送。送东西。送东西。你们这种。哦，我知道。来，直方图跟长条图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？方根条。他们没有等。错。什么？方根条，你这是字面上的分别。他们不一样，还有间距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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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长条骨像面条一样，面条会不会连在一起？会。面条不会连在一起。有。这样知道啊？知道什么？所以长条骨会有分开。这样知道啊？直方骨会连在一起。这样知道啊？不合糖。叫什么名字？擎天柱。擎天柱。不是。你怎么越来越帅了？你以前很丑哎、欸。你是不是转学生？不是不是。你有整形。下课找我拿饮料。来，好。啊、这个就是频率啊，折拉图，好吧，讲完重点了。散布图，来，散布图的重点，现在画。散布图、哦、叫 scatter 就是散布，散布什么东西会散布？散布广告。点点点点会散布，像你是，像有的男生去，去叠雕还是酒店乱玩。就会得开闸漏，对，开闸漏，就会得到性病，对不对？万象道明，你们看班上谁，像你就开闸漏，身上就开始出现红点，天上人间。结果我们就看他身上衣服撩起来，都是点点啊，这种叫做都是梅毒，梅毒。怎么办？老师，来，你过来看，我们给大家看病例。来，过来看，各位，你看，来，来，我这边有点点。来，你看，都是点点，散布有没有？有的人会以为是龟爪，知道龟爪吗？我知道啊，带状疱疹。有的人说这龟爪转一圈，人就要死。哎呦，好小呀、啊！是真的，你。是真的，他只是以前人不知道原因。带状疱疹长长长长长长，长得越来越严重，不就医死掉，免疫力低下死掉，要小心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同学小心。散步是点点啊，来看一下，我帮各位画重点啊、哦，两个变数画线。两个变数我们就画 X 轴跟 Y 轴，水平跟垂直画线，我们就会得到坐标点，然后把各个数值的点画出来，你就会得到散布。来，请看散布，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趋势还有相关性。像这个S 越大 ，Y 越大，相关系数既是于我们叫做正相关。像这个也是正相关 ，S 越大 ，Y 越大，对不对？王同学刚才去天上人间，去的次数越多，身上得到性病的种类越多，正相关。王同学，小心。在说我吗？你信？你有去过吗？啊，没有去过。我有刚刚点啊。天天去。去的越多，得的病越多。小心。那我上过了，那去听宣告哎。来，负相关。S 越大 ，Y 越小，对不对？什么情况下 S 越大 ，Y 越小？王同学去的次数越多，力量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美丽，对不对？古代的皇帝纵欲过度，十七岁生不了小孩子，所以就变成很多人去私生子，对不对？要小心。这叫负相关，这两个都负相关，所以相关系数都是负的。好。数字哈、哦，一越好了，啊、哦，知道，越散布分开越没有那么正相关。好来，管制图，课本第几页了，小朋友？37页喽，管制图画起来像什么样子？我先给你看一下。这样子，管制图画起来会这样子。而且它有点像五线谱，里面会有三条线，中间线或中心线，管制上线，管制下线，管制图。好来，
我教你记哈，因为这个图哦，名称很多，很难记。管人，管人，请问你们班公祭股长是谁？公祭股长是谁？严天柱。严天柱是管人的公祭股长，你管人怎么管？你是你管人怎么管？嘿，你点点吗？嘿，你你指指点点，对不对？管人都会指指点点，高高低低，对不对？讲话不要太粗俗，你怎么讲话会这么粗俗？我懒叫哎，没懒觉，没懒觉，指指点点，管制图就是指指点点，高高低低，管制上线，管制上线下线，只要你在这个中间跑，都是 OK， 这样知道啊、哦？它的概念是这样，其实它都是用来预测。我看看这里有没有预测？没有。看一下上面。来，请看啊，请看啊。我帮你画重点了。趋势，来，趋势圈起来。推论圈起来。写两个字，预测。管制图的概念哈，它是用来预测，知道哈？推估，看你这样走走走，我就知道你未来会不会好或不好。老师教了那么多学生，看了很多学生，大概常常看我就知道这个学生未来会怎么样。所以为什么我讲话很准？为什么不要当算命师啊？我不要当算命师，我害你。算命师为了赚钱不择手段。十个算命师，九个半是骗人。好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你要是你想知道，说声，私下来找我，我不用跟你讲。哎，你要小心哦。你是不是单亲家庭？没有。没有。因为我只感觉到，好，不说，继续试一下，有兴趣试一下找我。来，查核表，下一个，查核表，查核表有同义字，要知道，现在写等于查检表，现在写查检表，检就是检查的检，你现在写等于理货单，现在写理货，理货，理就是物理化学的理，货就是货品的货。单就是单据的单，理货单，查核表又叫查检表，又叫理货单。有些东西你是去到业界你才知道。什么是查核表？看一下图，你比较知道。就像这样，把缺失的种类写在左边，查核记录用正字的简单写。这就是查核表 ，OK， 哦，我们在比较一些前线或比较低阶的生产工厂生产线，用这个标懂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对于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指指点点啊，很复杂的图表，他画模、画政治、画。再来第七个图形，图形哇就多了。我现在在讲第几页？38。现在写图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字。现在写哦，等于统计图。现在写统计图，图形就是我们常讲的统计图。这里的统计图就很多了，有几种？有几种？七种。七种，一个礼拜有几天？七天。哪几种？我念一次，知道就可以了。条形图、画线、折线图、圆形图、带状图、地形图、雷达图、层别图、
七种，一个礼拜有七天，这些都是统计图，这些都是图形。这个世界很乱，撒旦邪灵常常用各种方式来浇熄我们老师的热情。有些学生就是这样的，就像我现在在上课啊，真正有上课的不到十位，真正有听我操的不到十位，可是我还是用最大的努力来教。各位观众，你以为我在说浩翔？我现在看下去这一群都没有在听，可是我还是用最大的努力来教。教完，停止。按暂停吗？